嘉玲啊，你要拍一个，我知道，我是跟你在讲，你要拍一个类似一像一个代言的那形象广告的，然后去讲你的福音的金句是什么。你想一个福音的金句，对，然后前面的开场就很简单，大家好，我是谁？我今天的。家里小小伙子，打开城门，我们不是放在吕秀莲吗？我们欢迎耶稣进到这每个城门，进到台湾的家里。是，是。后来我们就是面面的旗子，我们家的活就灭了。阿门。活着走，留上个月的积蓄在做台湾的扫描啊。大概说，二十四颗，我们几乎是有看出来。是。然后再来是。靠信心的祷告。你拿你那个，你拿你那个。对。一下又干净了，实在是。